纸老虎标志是不是有点熟悉？再看看坐在驾驶位的人，原来是柔佛苏丹伊布拉辛。柔佛苏丹今天在吉隆坡旧火车站开火车返回柔佛家乡。由于殿下已一年没有开火车，为了更新执照，苏丹日前特地开火车到吉隆坡参与马来统治者理事会会议，如今再开火车回乡。殿下不只会开火车，重型摩托、快艇，还有这辆擎天柱大型卡车都难不倒他。